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花痴小妹，我是花姐。本期呢，继续来分享好吃的，我们一起来拆箱看看。啦啦啦，这么一大罐呢，哇哦！又是好吃的棒棒糖，我对棒棒糖从来没有抵抗力，每次吃糖我就会无比的开心。但是呢，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小朋友，小朋友们，糖你们要少吃哦，因为你们正在长牙齿的阶段。来来来来，哇哦，这个罐子的盖子上面还有很多小孔呢。好像是一个小小的贩卖器，噔噔，给大家看看。一会儿呢，我们把糖全部都插上去，哇哦，肯定会超级壮观呢，这场面。哇，这个糖真好看，看，给大家看看，还有各种各样的表情呢。哇哦，两只凸出来的眼睛和一只啊大大的嘴巴，他们的表情都一样吗？真的都一样，个个都笑得特别的开心，因为他们又和你们见面呢。来来来来，哎呀呀呀呀呀，粘住了。哎呀，本期的这个棒棒糖啊有点特别哦，上面有好多小珠子粘着呢。来给大家处境瞧瞧，还是一会儿拆开了再看吧。给大家看看，已经全部都擦好啦，哒哒哒，哇哦，每一个都是瞪着眼睛呢，似乎在打量着这个世界。来来来，先挑一个很耀眼的黄色，哒哒哒。